今天是父亲节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各乡镇的父亲节表扬活动。玉里镇公所举办了113年度模范父亲特优里长转介调解及优人员表扬活动，彰显了父爱，使得社区大众重视父亲在家中的角色，并且也特别感谢父亲养育儿女的恩德。送上鲜花与父亲开心拍照留念，这是玉里镇公所为了庆祝父亲节办理的113年表扬模范父亲特优里长转介调解机油人员表扬活动。父父讲话，聆听专业智能且工作认真。龚文俊感谢模范父亲、特优里长以及转介调解机油人员等，对里林建设以及各项活动的热心参与的态度令人感佩。我们18位这个受奖的这些模范父亲，你们家人如果今天庆祝母亲节的父亲节的这个同时啊，能够到狮子山去走一走啊，拍拍景，然后呢啊，能够借助你们的双手以及你们的这个社团群啊，能够分享出去。玉里镇公所表示，父亲是家庭的中流砥柱，没有父亲们的付出和辛劳，家庭社会无法和谐发展。表演活动希望能够让每一位父亲都感受到爸爸的重要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